妈丢丢啊，都要惊到死啊！我向你爸爸妈妈证明，我对你是全心全意。这个烟斗啊，竟然想想要跟亚全做伙，那安尼我得好好啊利用这件代志，互前亲家母重新信任我。这哦是我亲身甲太祖爷讲病的，你才有闲啊？是不讲我面子遮尼大？是不是因为伊是你的女朋友，所以祖宅哥哥对伊特别关心？你要来阮家吃饭，正式给阮爸妈知影，咱两人来搞。这男朋友对你来讲一定足重要的吼。我的男朋友你嘛熟悉，就是蔡木林。陆卡阿姐，曹信搞讲，对你们可以有想要改善，所以我这边看到安乐受伤，我现在烦恼这件代志是因为你家引起。放心啦，我曹信这会保护安乐受到伤害，所以今仔日也准时带安古回来，要甲爸甲妈报平。啊！你的细汉早嫁雅春，已经去予你的外嫁好兄弟福利怪去。我已经交往三个月啦。三个月？我刚才哦是交往三个月，不是有先三个月啦。我今日才来，就是要跟你讲一个代志。我无可能和雅春跟你做伙，你离伊较远。你是坚持要等，我就马上嫁予伊。爸！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